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今夜笑话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为什魔面包不开 Instagram，因为他怕被吐司吐槽；二、为什魔电脑很差劲的乐手，因为他总是有太多的卡音；三、为什魔闹钟不做喜剧演员，因为他总是吵醒观众。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为什么面包不开 Instagram？因为他怕被吐司吐槽。哈哈，这个笑话真是既面白又面对现实。首先，让我们从字面上解析一下这个笑话。这里的吐司是一个双关语，既指面包经过烤制成为吐司，也指在社交媒体上被人评论或批评、吐槽。这个笑话巧妙地将日常生活中的食物与现代社交媒体文化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幽默的比喻。现在。 让我们深入挖掘一下这个笑话背后的文化意涵。在当今社会，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展示自己生活的一个重要平台。人们经常会在 Instagram 上发布精心拍摄的食物照片，以此来获得点赞和评论。然而，这个过程也伴随着被公开评价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被吐槽。面包作为一种谦卑而普遍的食物，可能会担心自己在这样一个以外表和形象为主的平台上无法脱颖而出。 毕竟，面包在被烤成吐司后，往往会变得脆弱，容易碎裂。这也许是他不想在 Instagram 上曝光的原因之一。他害怕自己的形象被碎裂。此外，这个笑话还隐含了对当代社交媒体文化的一种轻微批评。在这个看似开放和分享的平台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公众评论的对象。就像面包担心被吐司一样，许多人也许会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感到犹豫，因为他们害怕受到他人的负面评价。 最后，这个笑话也提醒我们，即使是最普通的事物，也有其独特的故事和背景。就像面包可能有着不为人知的社交媒体恐惧症一样，每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的生活也只是冰山一角。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宽容和理解，不要轻易对他人进行评价或吐槽。总之，这个笑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游戏，它还反映了我们当代社会的一些现象和挑战。下次当你看到一片烤得金黄的吐司时， 也许你会想到它背后可能隐藏的社交媒体焦虑，并且会对这个谦卑的食物产生新的敬意。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电脑很差劲的乐手，因为它总是有太多的卡音。哈哈，这个笑话真是既幽默又带有一丝技术含义。当我们说电脑是个差劲的乐手，因为它总是有太多的卡音、卡顿和音乐的双关语，我们其实在开玩笑的批评电脑在处理音乐或其他任务时可能遇到的性能问题。 在电脑领域，卡音通常指的是当电脑的处理器或记忆体资源不足时，无法流畅的处理音频数据，导致音乐播放时出现间断或延迟。这种情况类似于一位乐手在演奏时突然停顿，或者弹错音符，打破了音乐的流畅性和和谐性。但是，如果我们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个笑话还隐含住对电脑和人类乐手之间差异的一种诙谐观察。电脑在处理数据和运行程序时是非常精确和一致的。 但他们缺乏人类乐手的那种即兴创造力和情感表达。即使电脑可以完美无缺地重现一段音乐，他们也无法像人类乐手那样赋予音乐以生命和情感。此外，电脑在演奏音乐时的卡音问题，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种数位世界的失调，就像一位乐手在演奏时突然断弦一样。这种技术上的小故障提醒我们，无论科技多么先进，它仍然需要人类的智慧和干预来解决问题，保持和谐。最后，这个笑话也许还在暗示。 就像一位乐手需要练习和调整乐器一样，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更新和维护我们的电脑系统，以确保它们能够顺畅的运行，不会在我们享受数位生活的交响乐中突然卡音。所以，下次当你的电脑开始卡顿时，不妨想想这个笑话，也许它能让你在解决技术问题的同时，也能带来一丝轻松的微笑。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磨闹钟不做喜剧演员，因为他总是吵醒观众。哦。 这个问题真是让人始终不已。首先，让我们来设定一下场景，想象一下，你正坐在一个昏暗的喜剧俱乐部里，舞台上的聚光灯照亮了一位独特的表演者——一个闹钟。是的，你没有听错，一个闹钟。他站在那里，准备开始他的喜剧秀。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闹钟不做喜剧演员？因为他总是吵醒观众。这里有几个深入的见解和有趣的故事来解释这个现象。一时间的守护者。 闹钟的主要职责是保持时间的准确性，并在指定的时刻叫醒人们。这种不懈的追求准时性与喜剧演员需要的放松和即兴的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闹钟的坚持和严谨让他在喜剧舞台上显得格格不入，因为他总是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发出响声，打断了观众的欢笑。二、闹钟的单一笑点，闹钟的笑料通常只有一个，它的铃声，而喜剧演员需要有多样化的笑点和故事来吸引观众。 闹钟的滴答滴答和零零零可能在第一次还有点新鲜，但很快就会变得单调乏味。三、观众的期待，当人们去看喜剧表演时，他们期待的是放松和娱乐，而不是被突然的铃声惊醒。闹钟的出现往往与起床、工作和责任相关联，这些都是人们在喜剧俱乐部里希望暂时忘却的事情。四、闹钟的定时问题，喜剧演出中时机是一切，一个好的喜剧演员知道如何把握时机。 让笑话在最合适的时刻达到高潮。然而，闹钟的定时功能意味着它只会在预设的时间发生，而不管这个时机是否适合开玩笑。最后，如果闹钟真的想成为一名喜剧演员，他可能需要重新设定自己的内部机制，学会读懂观众的情绪，并且在不打断笑声的情况下，准时的提供幽默。不过，直到那一天来临，我们可能还是更喜欢他忠实的执行他的主要职责，在清晨时分。 不畏反抗的叫醒我们，即使这意味着要打断我们的美梦。哈哈，这个笑话真是既搞笑又真实。首先，让我们从字面上解析一下这个笑话。这里的“吐司”是一个双关语，既指面包经过烤制成为吐司，也指在社交媒体上被人评论或批评吐槽。这个笑话巧妙地将日常生活中的食物与现代社交媒体文化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幽默的比喻。 现在，让我们深入挖掘一下这个笑话背后的文化意涵。在当今社会，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展示自己生活的一个重要平台。人们经常会在 Instagram 上发布精心拍摄的食物照片，以此来获得点赞和评论。然而，这个过程也伴随着被公开评价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被吐槽。面包。 作为一种谦卑而普遍的食物，可能会担心自己在这样一个以外表和形象为主的平台上无法脱颖而出。毕竟，面包在被烤成吐司后，往往会变得脆弱，容易碎裂。这也许是他不想在 Instagram 上曝光的原因之一。他害怕自己的形象被碎裂。此外，这个笑话还隐含了对当代社交媒体文化的一种轻微批评。在这个看似开放和分享的平台上，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公众评论的对象，就像面包担心被吐司一样，许多人也许会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感到犹豫，因为他们害怕受到他人的负面评价。最后，这个笑话也提醒我们，即使是最普通的事物，也有其独特的故事和背景。就像面包可能有着不为人知的社交媒体恐惧症一样，每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的生活也只是冰山一角。 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宽容和理解，不要轻易对他人进行评价或吐槽。总之，这个笑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游戏，它还反映了我们当代社会的一些现象和挑战。下次当你看到一片烤的金黄的吐司时，也许你会想到它背后可能隐藏的社交媒体焦虑，并且会对这个谦卑的食物产生新的敬意。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